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幺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呢，要带大家去新加坡的给狼，然后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之味的这间吃到饱的 buffet。 然后这间 buffet 呢，非常非常的丰富哦，它有烧烤，然后有火锅，然后也有炸物，然后还有就是煎的东西都有。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跟朋友约在这边，然后这间店也是就是朋友推荐，那它价格非常的优惠，然后它不是我的业配，只是觉得它价钱非常优惠，很适合就是学生所举或来新加坡打工的背包客，或者是可以去这家店，然后它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聚会的场所。那我们就这带大家去吧， Let's go。OK， 我们刚刚下了公车，然后这个区域就是给浪的美食区啦。像这条街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很多店了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吃这家一之味。对，然后它是有火锅跟烧烤，然后它都是吃到饱的哦，价钱非常的便宜。然后它是开在巷子内，然后所以平常你落在大马路的话其实看不到这间店，所以如果没有朋友介绍的话，其实我们也是不晓得这间店的。然后它平常晚上的时间非常非常多人，甚至还要排队哦，然后它似乎没有接受预约，然后都是现场排。然后现在 COVID 期间，我们要进去扫 QR code 跟量体温。那我们是今天的第一组客人，所以感觉有点包场的感觉。然后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夹食区，对对对，这边很多青菜啊、火锅料，然后这里是酱料区，对，然后都邀请店员帮我们夹，嗯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电磁炉，还特地定做，哎，哇，好搞刚啊！我点的是番茄锅，这个是鸡汤锅，哪一个是麻辣？这个是麻辣，这个最后一个是，最后是麻辣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黑椒，啊，这个嘞？私房菜，啊，这个嘞？秘制。秘制是什么？蜜汁，这四大天王的猪肉，噔噔噔，它只有一个烤盘，嗯，它只有一个烤盘，对，牛肉嘛，然后它就会一直放牛肉干，因为牛肉干很油，因为它那个牛肉干，你看它怎样。一只，然后这是招牌胡椒，黑胡椒，然后这是麻辣，然后这间店多少钱呢？跟大家讲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收据。OK， 我们今天总共是四个大人来吃，一个人是19.9元，然后还有另外再加 10% 的 service fee， 然后这费用是已经都含 7% 的税了。然后以上是介绍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